零售业巨头亚马逊在北加州罗斯威尔市开设了第一家生鲜超市。亚马逊表示，超市提供1.8万多种商品，包括肉类、海鲜、面包、熟食等。顾客还可以使用 DashCard 智能购物推车扫描商品，自动结账。根据报道，在开业前的数小时，店外就大排长龙。为了庆祝开业，业者向前100名顾客赠送鲜花、甜甜圈和亚马逊礼品卡。目前，亚马逊生鲜超市在全美有44家分店，还将于9月12日在北加州的 Elk Grove 开设新分店。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博元综合报道。